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今天的网络研讨会。我先介绍一下 Daniel。Would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us? Yes,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aniel Steger. I'm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Manager at the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Today, I'm joined by the Chinese Open Science Network. We are hosting this webinar where we a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open science. And this is actually part two of a webinar series. The first webinar was hosted on Wednesday, and it was entirely in English. And now we're going to be presenting this same information in Chinese in hopes that we can help lower the translation barrier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regions. So at this point, I'm going to pass it over to Yufeng so that we can properly get this webinar started. Thank you, Daniel. So 对，所以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些我们的专家们来参加这次的网络研讨会。这次的目的呢，是要让中国的研究人员提供开放科学更深入的了解。这次也用了中文跟英文来参与。那今天的话是第二次的研讨会，第一次的话有那录音档，大家可以上去看。那 Open Science 中心呢，是一个致力推广研究中。开放科学实践的非盈利组织，那作为 COS 的改变理论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正在努力的推广项目，从政府到政策到我们研究这个平台 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 来实现开放科学实践的持久改变。那今天我们将会有大概下一个 slide， 对，不对，再上一个，对，谢谢。今天大概会有30分钟的网络研讨会，我们将涵盖以下的要点。我们有每一个都有7分钟的演讲。首先，我们会请到王博士来替我们介绍我们的那个 Chinese Open Science。然后，我们大概会有接下来7分钟的演讲是由左博士来主要探讨我们中国开放科学对中国研究人员在出版方面的开发科学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会由高博士来替我们讲从政府和政策来看开放科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有一个问题 Q&A 的环节，所以在你的 Zoom 下面你可以看到一个 Q&A，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请麻烦将你的问题添加到聊天的里面，我们接下来会在最后问答环节的时候来提问你的问题到给我们的演讲者。所以呢，现在我希望将我们的主持权给我们第一个演讲者，我们的王博士啊。在这之前呢，我们有很重要的行为准则跟大家讲一下。好的，那现在就由那个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我们的行为准则。就这个呢，就是在大家在交流和沟通的时候呢，需要尽量尊重我们所有的参与者，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希望大家讨论一些与开放科学没有关系的那个政治性的话题。然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希望用更加包容性和那个平和的语言。OK， 然后就是这些，然后下面的话呢，就由我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第一个报告。然后我的报告呢，主要是那个我叫王庆，然后现在呢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我呢代表非常荣幸能够代表那个中国开放科学中文社区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COSN 的一些工作，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然后呢，我们这个 COS 和 COSN 联合的这个跨语言的这个 webinar 呢，它其实是一共有两场，一场英文，一场中文。像刚才玉芳已经聊过，我们英文的那一场呢是在这周三，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录屏呢已经放在了那个 YouTube 上，后面呢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B 站上面。OK， 好，现在正式开始。就是当我们聊到开放科学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发达的国家在开放科学这领域里面呢贡献非常大，
就好比说，当我们去看那些开放科学组织的组织的时候呢，好比说Ambassadors of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然后我们发现像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等发达国家都在这里，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时候，它其实占的部分非常小。到了那个 CIPS 的CIPS 的 members 呢，甚至都没有就都没有中国的这种开放科学组织在参加。当我们在看到一些开放科学组织的内部的这种成员的那个数量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见到有中国的学者在里面去参加或者贡献自己的力量，像 Reproducibility Network 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中国，然后 Reproducibility 里面呢，我们也是很只有少数的那个中国的学者，然后它这个图像的面积呢是代表它这个学者的数量。基于现在这种状态呢，就是我们发现在推动整个开放科学社区建设的时候呢，更多是西方的，就是有很高的这种教育层次的然后非常发达的这些国家和社区呢在贡献，然而非常缺乏这种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等等的贡献。好，然后我们开放科学中文社区呢，其实它并不是说一上来就成立一个非常大的组织，我们其实是从最早开始关注到科学研究中的可重复性和可复现性的问题，像特别重要的一个2015年那篇 Science 的文章，他就聊到了心理学里面的文章非常非常大量的都没有办法去重复。然后呢，很快我们的胡传鹏博士，那个时候他还在读博士，然后呢，他就马上把这些新的观点，就像开放科学、可重复性等等，在心理学进展里面写了一篇小的这种综述。然后后续呢，就开始组织一些小规模的这种线下的研讨会，包括在西安，还有在重庆，还有在杭州。其实就这样子，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做，逐渐呢，就是先开始呢，我们从翻译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就好比说当时那个当时这个心理学可重复性问题这个文章等等。然后后续呢，我们发现光翻译文章呢，其实还不太够，我们还会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呢，还会在一起做一些像 Journal Club 一样的讨论。然后之后呢，就是疫情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组织线下的这种活动，但是呢，大家又非常期待想一起去继续讨论和推进开放科学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进一步呢，就开始引入了一些像开放像 Open Tutorials， 其实这个更多像我们做的一个教程，就是请一些领域内的专家一起去教大家怎么去使用我们统计工具或者我们最新的工具最新的这种神经影像包括心理学的工具。还有 OpenTalk 呢，是我们会邀请一些比较叫刚刚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的这些作者过来分享一下他们这个论文他们这个研究的整个过程。然后 OpenPlus 呢，是我们开放像这种节日庆祝性质的这种活动，它呢是会聊一些就像我们平常不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但是呢与我们研究学者是息息相关，就好比说我们有元旦的这种业界和学术界的这种交流。然后呢，我们直到2021年才真正的去成立了我们的COSN 的委员会，大家一起去组织这些我们相关的学术活动。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呢，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已经达到2万3千多的那个follower。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 Twitter 和那个哔哩哔哩的账号，我们这些所有活动的录像呢会放在 B 站。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组织结构。我们组织学术活动呢一共是有四种，叫一个是呢以翻译为主叫 Open Transfer， 一个叫做Journal Club， 我们之前叫做我们之前是叫做Open Minds， 对，然后学术的这种报告呢叫 Open Talks， 然后教程呢就是 Open Tutorial， 然后还有额外的这种活动叫 Open Plus， 我们把他们统称叫 Open Full Plus 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是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首先会发一个在微信上发一个这种通知，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时活动的一个截屏和我们发的一个 Twitter， 然后这里面呢是我们曾经做的活动的相关的那个微信的这个推送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浏览量，可见大家还是非常喜欢我们像很多教程啊这些活动。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建立这样这种草根的本地的开放科学网络时候的一些经验。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自信和乐观，然后呢，我们要保持联系，就是说我们在做自己的开放科学社区的时候呢，要保持与国际的其他的开放科学的社区要经常去沟通和联系，相互帮助，保持实用性呢，就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开放科学的这个社区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入很多非常非常实用的部分，就好比说我们的教程，还有我们的这些报告，然后保持可见度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在社交媒体或者经常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呢，与我们的国际同行要保持联系，然后保持可持续呢，就是说我们在组织我们这些个开放科学相关活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太耽误自己本身的研究，然后注重本地化呢，就是说当我们组织开放科学活动，特别是我们围绕中文群体去组织的话，其实我们会组织一些相当的，就是以中文为主的这些活动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次活动。然后我们 COSN 未来的计划呢是这样的，首先继续呢，我们会继续服务我们中文的学者，服务中文的研究社区，并且呢，逐步拓展与国际开放科学组织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种管理和协作的构架，让我们更加高效的去提供我们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Open for Plus 的学术活动的这种组织和管理，把我们的活动做得更加有用，更加好。然后另外的一个呢，我们也会像其他国际上开放科学社区或者组织支持我们一样，去支持国内外的本地的开放科学社区的建设。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法的话，欢迎跟我们去积极的联系。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从中文社区里面像作为中文社区对国际的开放科学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然后一起推动开放科学的全球化。然后以同时呢，我们也会尝试一起尝试申请一些基金以支持我们开放科学的一些活动。然后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呢，就是我们 COSN 跟那个 OHBM 就是国际脑图谱组织的 Brain Hack， 我们在一起一起协作，在当我会我们会帮 Brain Hack 呢去做一些相关的推广，去招募一些像我们国内的这种参与者。因为今年我们也是有就是 Brain Hack 呢，它是有线上线下两部分，然后线上参与呢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就是希望带领大家一起去体验这种国际化的开放科学的这种比较特色的活动。然后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共同构建开放科学文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一起去努力。就好比说我们做从开放科学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很多实际的鼓励和支持，就好比说有更多的专门为开放科学设计的基金和研究的职位等等。然后呢，开放科学它不仅仅是说学者你做科学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它其实还需要在基金方，它需要更加重视去支持开放科学的相关的研究。出版方呢，需要更加去强调开放科学实践在出版中的重要性，包括其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也有很多努力的空间。然后呢，还要坚持开放科学全球的这种多样性、包容性、公平与平等，因为只有让所有的全球所有的学者加入进来，我们才能让我们整个科学这个社区研究社区呢去更好的发展。然后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少数没有被代表的群体呢，可能需要更加去积极的参与这些活动，也可以从国际或者本地的这种开放科学的组织中获得一些帮助，我们共同去推进这个开放科学的一个全球化的进程。然后我们会通过努力呢，将开放科学这种精神呢传递给我们年轻的学者和我们的学生群体，然后鼓励他们继续坚持开放科学实践。我的报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谢谢王博士。大家别害羞，如果有问题的话，麻烦在 chat 里面可以留问题，或是下面的 Q&A， 我们在最后的问答的时间的时候会来问我们的speakers。好，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位左博士来替我们报告一下对中国研究人员在出版方面的开放科学观点。谢谢。
Sorry, 稍等一下啊。好的，没问题。好，在你找的时间，大家可以在那个聊天框里面看到，我们有关于刚刚啊王博士报告的那个论文的连接，还有我们的 Twitter，还有微信的 ID。如果你对这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了。还有我们的 Brain Hub 的连接可以看。然后也跟大家讲，这个今天的那个网络研讨会会被录制，所以在稍后之后会发布。所以如果你有事要先走的话，也没有关系。好了，谢谢卓博士。那我们现有看到你的荧幕了，可以了。好，欢迎你。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左老师，您需要解除一下那个 mute。啊，好奇怪，这个我共享这个屏幕之后，这个声音就会被 mute 掉。我再共享一次啊，我再共享一次。好。这难免会发现生，在这能正听常。见吗？听得到，可以，没问题的。非常棒，现在就可以了。对，抱歉啊，耽误几分钟，我尽量节约时不间。会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邀请，这个有7分钟的时间和咱们开放科学圈的这个同行们来分享。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左新年。我在左边呢也放了。咱们这次活动的中英文的这个对照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呢，实际上开放科学的这个实践呢还是挺早的，起码在我的领域里边，像神经科学，尤其是神经影像这块呢是非常早的啊，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另外呢，我也放了一个，因为我本身呢是在科学通报中英文双版的这个双语版的这个做这个编辑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呢。在这个期刊的，应该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期刊。这个期刊呢，在今年的首刊的这个号上边，专门的这个主编提出对开放科学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重视啊。今天我就讲一点啊，就是其实很多中国学者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一个困惑啊，就是中国。学者在出版的时候的他的一个开放科学的视角，我就讲一条啊，最后呢，大家可以有问题呢，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一起讨论啊。今天呢，我就聚焦我自己的领域，这个神经影像，就刚才这个王老师说到了，说的这个human brain mapping 就是人脑图谱的这个领域，三个比较重要的国内的比较大的这个。数据共享或者开放科学实践的这样，项目呢，进行这个，刚才的这个我说到的这个，开放科学在中国，学者里边的一个考虑啊。首先呢，大家就是刚才也提到，咱们开放科学呢，非常这个等于说是拥抱咱们，多样性是吧？就是多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的呢，都应该在科学上呢是 equally。这一点呢，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Nature Neuroscience》这个，叫什么开年号上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封面的这个强调，在神经影像领域里边，就是对于我们的神经影像的这个数据的获取或者采样啊，其实长期以来呢，我们的采样都发生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封面的左下角的这一部分，对吧？就像我们的其他的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这个落后的国家呢，实际上来讲，经济不发达地区呢，因为这各种原因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在这个数据获取的这个范围内的啊。在中国呢，实际上我们一直致力于呢，
这个事情，就改善这种状况。大家可以看，这个是美国的人脑连接组计划，实际上2009年就开始了，对吧？然后呢，这是他们但这个主要是在美国这个获取的样本。然后呢，其实对应的这样一个呢，在中国呢，我们有一个中国的人脑连接组计划，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发表了，正式发表了，作为一个资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在这个多样性上边呢，有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补全或者说是全面的这样一个表现。哎，这是我想的，这也是咱们开放科学的一种一种举措。哎，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它得到的这种中美双方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下的这个大的连接组的这种或者功能的这种分布图谱呢，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哎，这是这种情况。而相对于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我们中国人脑神经影像基因组神经影像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它右侧其实覆盖了很大的一部分中国的大部分的这个地区都覆盖了。目前呢，这个数据呢也很也就是基因的数据影像的数据呢都有1万多人，是吧？这个也是很大的。跟国际上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了各种影像遗传学的这个项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多样性的一个补充和这个补全。另外一个呢是关于我们实验室十年以来推动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叫做彩超计划，它是一个6到85岁的这一个几乎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影像的这个队列。这就是我的困惑啊，就是说我们除了英文，你看我们的英文发表是2021年来介绍这个项目，但是实际上我们在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先用中文介绍了这样一个项目，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在10年前这个项目就开始了。在这个同行交流的时候能发现呢，我们实际上最好的方式还是中文英文同时来推进，这样就能更好的来补全这样一个在这个语言背景上的这样一种全面的这个开放的科学的这个实践。所以说呢，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数据，这是最近我们把这个数据完全的公开了，开放数据共享。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论文呢，就是在我们尝试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文章里边把中英文同时这个放在里边，是吧？现在似乎说国际著名大的出版社啊还没有这样的实践，对吧？但我认为呢，我们其实中国学都有这种困惑啊，是不是这个事情能做？如果能做，那这是我们开放科学我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对吧？就现在咱们组织的这个相应的咱们的这个中英的这种双语的这种 COS 的这种活动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吧？但是呢，其实在出版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推动起来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目前来讲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意识到了这个开放科学里面的这一个角度。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啊，就是开放科学如何助力打破出版的语言障碍，是吧？这个目前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 gap， 目前来讲，是吧？因为从广大的这个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人员或者说是科学的这个受益者呢，受众来讲的话，实际上在语言上边是非常多样性的。好的，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卓老师，卓博士的介绍太棒了，很精彩。好，我们接下来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下问题，我们接下来会回答。好，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位高博士来替我们演讲一下，从政府和政策角度看开放科学。好的。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能看到吗？还可以，没问题，能看到，好，能听到声音，好，很棒，可以看到高老师，
哎，好的，好，谢谢各位老师。那因为时间上那个也比较有限嘛，然后我的内容可能是相对来说就从各个点上吧，然后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从国家数据建设的角度，然后中国在非数据和开放科学的政策和实践这块的工作。那我呢本人呢是就是在从事这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一些建设啊和相关的工作，包括左老师在内，可能我们一起也在推动一些相关的工作，有幸和大家一起具体分享一下。相关内容呢，主要是从三个部分。第一方面呢，就是在相关的数据政策方面。那实际上其实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那自从咱们整个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咱们整个的开放科学的倡议书以来呢，实际上本身伴随着这个事情，实际上开放作为开放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在全球层面已经成为共识。那在各个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层面呢，实际上在政策方面都有相关数据的一些政策，然后推动开放共享。那么也诞生了一些以这个数据出版为这种态势的这样的一些平台。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其实也促进了我们国家在数据政策方面的一些发展。那对于中国来讲，其实从2018年发布科学数据管理办法以来是一个高峰点，也是一个国家大法的发布。那么在此之后呢，伴随着各个部委以及各个省市还有一些相关的点上的一些工作呢，也陆续开展，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这连续这个大概有5年的期间吧，每年都会有相关的政策在推动数据的开放的过程当中呢，也在关注它其中的安全呢、隐私啊，以及未来的数据制度方面的工作，也是在大踏步的前进。这也是为我们后续的开放科学的更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这种政策基础。那么其中呢，其实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哎呦，不好意思，哎，其实那个。其实刚才那些片子主要是在想提的是开放科学呢作为一个词儿，实际上已经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科技进步法里面，然后作为我们国家立法当中最重要的一样组成，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2021年同步写入到我们整个这个科技进步法里面。而且这个法律当中除了开放科学是作为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以外，还有15处提到了与开放共享相关的词，在原来的5个基础之上大幅度的提升，也说明国家在科技方面对开放科学的这个重视。那么在另外一个新的理论要素上面呢，主要是在数据要素这一块，就这张片子，刚才那个 PPT 不好意思放不出来。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其实就在数据要素理论从理论创新向这个现在的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从2019年，整个19大的报告提出数据要素理论来，实际上在具体的实施层面，在相关的，比如说市场，这个数据作为第5大要素的市场化这个配置体制机制如何建设，那么包括在具体的实施路径的探索，实际上包括到今年的数据局的成立，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工作上，在具体的组织机制上进行探索。实际上在学者方面以及科技圈的相关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部分，他们之间如何共享，如何推动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的这种在人民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和我们整个开放科学以及发挥的作用是密不可分，都是需要值得研究的，那也是我们在推动工作。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的在开放科学当中呢，实际上更多是关注科学数据，因为数据的范畴非常大。那科学数据呢，是和我们开放科学也刚才前面也提到，其实我们科学数据实际上在开放科学当中是最重要的一种要素，也是和科学最密切相关的。那作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啊，我们相关从业者实际上更关心这块的工作。那在科学数据共享方面呢，实际上在2018年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当中，已经明确的在几个方面有所考虑。那这个办法呢总共有33条，考虑了4方面的问题，就是数据科学数据啊作为典型代表的数据，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它的资产保护力，以及它如何实现常态化的开放，也就是发挥开放科学的这种本质的属性。那么它包括它的产权机制，在我们国家层面已经不像咱们在其他的方面有很多成熟的实践情况下如何启动，这些进行了探讨和规定。在5方面的话，实际上对这4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措施上的回应。那么相关的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些内容来展开。那么比较典型的话是也是跟科学相关的，就是中科院我们的这个体系当中，在紧跟着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然后落实了这个办法的框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进一步把开放科学的这种特征明确出来。那么这里面的话
总体思路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开放科学属性下的科学数据，我们做一个专门做这样的数据的工作的一个组织应该是怎么样去实施。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明确主体责任，然后规范它的业务流程，包括对它的这个机制啊以及适用范围进行规定。这里面的话最主要是对这些机构啊个人呢、啊、实际上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约定。那最主要的它的核心思想呢就是提出要建设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数据中心体系，那么构建一体化的科学数据网络，主要是由技术为主的总中心，由领域学科属性特征为核心的学科中心，以及以法人单位为核心单元来作为基层数据的汇聚保存共享的这样的主体责任的单元的所谓中心共同构成。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在一些相关的举措吧，也是通过一些公开啊包括我们自己了解的一些信息方面，那在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呢是在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发布以后呢，那么首批试点了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那这里面大家我也把这个截图啊也是看放了一下，包括这个文件。那里面其中呢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就是在国家基础数据中心这个领域可能更通用偏基础的这个维度上来考虑整个数据的共享服务以及汇聚相关的工作，也包括对国际化啊相关的一些接轨的一些工作。那在国家层面的开放科学呢实际上这几年也是有一些研讨动作。那么其中以中关村论坛为代表，2021年的话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成立国际开放科学创新联盟，然后发布了北京开放的科学实施倡议。这里面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在国内推动联盟，然后共同把开放科学的开放科学数据这个工作纳入到大家的一个主体的工作范畴，然后形成共同意识。那么今年呢也是刚刚就是五月份刚刚也是召开了这个科学数据开放科学的评论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呢实际上除了这个咱们UNESCO 的东亚代表啊出席了，包括 CoData 的这个执行主席也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做了一些报告，然后共同也是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然后也是有10位院士参与相关工作。那共同呢在科技部的主导下希望能够把开放科学科学数据的这工作融合发展，然后推动国家的一些数据的包括开放科学的一些落地工作。此外呢在整个中科院层面的话也部署了一个由院士联席来推动的一个评议项目，这个咨询项目呢名字就叫开放科学的趋势与影响研究。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以参与一部分工作也是在开科学数据角度希望能够切入到开放科学的维度上能够共同提出一些建议，最终目标呢是为了研制适于中国的开放科学的发展路线和方案，能够把这个工作真正的落实到实处。那么同时呢在一些具体层面比如说科学数据标准体系，那么在开放和平台建设方面也需要这块的工作，现在也是通过一些研究啊有一些初步形成了一些体系，包括在一些点上已经完成了一些国家标准的研制，这是近几年发展的比较快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当前的环境下呢我们通过国家数据中心也陆续发布了一些高质量的数据产品，那么这个也是通过开放数据来实现开放科学再往前的进步。那么这里面也列了一些数据中心发布的就是10大有影响力的数据产品也是在国内有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推动了这个相关工作的推进。包括在一些专注出版上像以科技部这边领衔的国家的科学数据的发展报告那包括一些相关的研究，还有我们这通过期刊这边 OA 的这个开放科学的一些落地的一些进展，那么也是在不断的出现。那么从整个项目层面的部署的持续性项目的话可能整个是中科院的延续会比较好。在没有开放科学这个统一概念之前呢实际上从1986年到现在为止连续在通过开放科学数据这个工作来推动院内的科学数据共享以及开放工作。那么前后呢有60多个研究所开放参与了这些工作，那促进了大家彼此之间的合作数据和共享。那么也是在局部上实现了开放科学的一些你这样的一些小的目标吧，在我们这个试验田当中做这些实践。那么依托这些工作呢也参投成立了在20个国家数据中心当中成立了11个，这也是一些持续的工作吧，也是我们一些做科研人员的坚持。那么当前呢也是依托最新的办法，那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成立了这个总共是一个总中心18个学科中心和16个所谓中心的数据中心网络，落实了院里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有关要求，这是相关的在这个体制的举措。那么同时在开放科学的点上呢也是和国际上接轨吧，在数据期刊和数据论文开放方面也是这个比肩或者是我们跟随着像 Scientific Data 这样的一些模式来落地在国内的数据期刊和数据论文关联的数据集出版，让全球的
用户都能访问到我们中国那个用户能发布的数据，同时呢也通过我们中国的自主的数据库能够去汇聚和为全球的这个数据工作者提供服务。这也是我们在开放科学工作当中一些新的和理念，希望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共同体的这种推进吧。那么同时呢，这块也补充了一些工作，我们也是通过 CoData 这个数据工作的这个中委会秘书处的承担的工作，也牵动在 CoData 成立了一个数据伦理的工作组。我们这个国家数据中心的主任胡良林老师也是这个 co-chair。那么在这块工作中，也希望能够在相关工作中发挥一些中国的贡献。最后呢，就是可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国家基础数据中心吧，在平台和各方面的工作的一些考虑。那么目前呢，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在这个欧洲提的这个整个 FAIR 的这个框架下来设计我们的平台，然后包括在数据政策方面也是希望能够采取国际的通用协议，包括标识还有数据政策，还有这些包括我们自己提的 CSTR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永久标识，其实我们是兼顾 DOI 的这样的考虑，希望能够促进数据的互联互通。那么我们自己在开放共享方面也有相关统计，通过发布的数据集呢，也能够在 Google Scholar 上能够看到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网站数据的发布能够支持一些科研成果，那么真正体现数据对科研呢科技创新的一种支撑，那么在达到开放科学数据真正发挥的作用。那么在数据质量和提高数据质量汇聚模式方面，也是和从国家数据中心层面也是和一些期刊呢数据还有我们的科技数据银行共建了一些社区，能够为领域的数据那个用户呢提供一些高质量数据汇聚的服务，让大家能通过发现数据论文能够获取数据并且使用。那么同时呢，现在也开始在国内呢，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了三年的工作吧，从今年开始陆续有用户自己自愿的愿意把一些数据集提交到我们国家数据中心的平台上，而不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要求，他不是想发论文，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是在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萌芽。那么在这个做这些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国家标准吧，从2005年开始做国家项目开始，到目前近三年的国家数据中心的工作建设，已经参与了20多项的国家标准的建设工作，其中通用的方面的话也是参与了大概有牵头近年的话大概牵头有4-5项。这块是这个工作，然后最后的话可能我们也是希望面临当前的一些我们想要发起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以及通用环境下开放科学环境下我们科学数据的一些保存使用，包括如何能回馈给科研工作者更好的这种学术回报，那包括推动政策的完善方面做了一些研讨，包括在未来的科学数据及影响力评价方面和国际的一些工作，在我们本土化的一些落实层面也做一些实质性的一些研制和包括推进工作，做一些探讨吧。这是以上就是我们想可能分享的一些内容。谢谢各位。谢谢高老师精彩的报告，谢谢。那我们现在是欢迎我们的问答时间，我首先有几个问题给我们的演讲者。第一个是可能先对高老师问好了，因为你刚刚报告完，我想问一下中国可以如何有效的协调由下而上的对开放科学努力呢？由上而下是吧，您的意思？对。由上而下，现在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可能就是和我们当前政策和执行力方面就是两个事情可能都要结合起来去考虑，因为现在政策的话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在具体大家的这个执行层面如何更加激发就是实际参与到这项开放科学工作当中的参与的人当中，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这个方面是偏实际的。有政策我们是个人感觉政策是好的，但是想要出效果还是要靠刚才提到的下面的这个实际的举措方面不仅要建平台，可能在实质层面考虑大家的利益方面，在操作层面这个还需要一个它是个系统性的工作，包括无论是期刊也好还是这些数据发布也好，如何给这个像我刚才提到给这个科研工作者有回报，是学术回报还是说给他一些现实的，比如说哪怕是对数据的一些交换他能获取他想要的数据，这种机制建立起来可能对大家更有帮助。要不然原来让大家其实可能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大家说交数据，在至少在中国层面我们国内层面可能大家都不会愿意把数据共享出来，
除非是像论文，论文发不出来。对，那我、嗯、我好，我发论文，我可以评职称，我可以就是有这个认可。嗯，大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更多的工作在后面。现在我们前面政策各方面还其实不是特别缺。嗯。谢谢你，好啊。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是周老师，因为你就讲到跟国内跟国外，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和美国最近进步，以及欧盟最近在这几年对开放科学规定的引领相比之下，你觉得中国的研究人员是否要遵守任何政府的要求或法律呢？是问我是吧？对。OK， 你可以如果觉得这个问题不适合的话，你可以丢给其他人，没有关系。对，就是我觉得肯定在哪个国家都得遵守法律法规，是吧？这些这是肯定的。第一，第二个就是我想的就像我讲的一样，其实开放科学目前在中国其实开展的也非常好，就是大家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范围和这个规范，是吧？就是刚才我也讲过，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有很多大的 project， 起码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边大家也都合作的很好，是吧？嗯，但是呢就是比方说在出版这个行业，实际上来讲大家知道有这个我突出讲了一点，就是说开放科学可能对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贡献，但是需要联合起来，对吧？如果就跟这次的 COSN 和这次活动一样，对吧？就能促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家、嗯，互相的了解，是吧？所以说的，要不然其实国际上对于国内的 open science 是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像高老师介绍的这些情况，国际上不见得有太多的了解，对吧？所以说有我们领域还算比较好的，就像 human brain mapping 这个领域的话，对，是相对来讲比较早的，大家也都了解，是吧？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可能开放科学本身的话，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就是说在克服这个文化这个 barrier 上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很大的发展空间。好的，谢谢。对，就现在我们在尽力推广当中。王庆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也可以丢问题给你？好的，就是那个我这块就再 follow up 一下玉芳刚才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中国就是做开放科学，其实从很早就开始做，包括从顶层的设计。因为开放科学它讲的它不仅仅是指科学研究，其实它开放科学还有它会涉及到社会和经济的运行的各个层面。所以当我们把那个目光聚焦到科学研究方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中科院领头，包括像左老师说北师大，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做这种努力，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就是几个学生从这种兴趣小组开始就做这种事情，做包括做培训啊，大家一起去做研究啊，就是这是相当于是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两个方向的努力，我们其实同时都在做，但是实际上呢中间其实是缺乏一些沟通的，我的感觉啊。因为我在看了高老师的这个报告以后发现，哇，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就像左老师介绍的我们那几个很大的这种影像啊，包括基因的这种项目。其实这样我们再看就是我们国内的科研工作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还没有用到，就是我们国内已经做了这么好的基础设施，做了这么好的数据共享，其实没有实质上的用到这种资源。那像这方面从就是我们这种草根组织和那个就像我们这种官方的这种高大上的这种组织和政策，不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基金支持的这种项目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以后怎么能够合作一起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像一起去推进，包括我们国内也好像我们国内做得够好，像进一步给国际上更多的贡献，这个角度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就是以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这方面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我还是蛮好奇的。感谢。啊，我觉得那个Vincent 提了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贡献呢，首先这贡献是咱们整个 Open Science Community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成长和发展以及成熟的这个过程，是吧？就是说实际上咱们这次举办的这个 event 呢，对于咱们国内呢 open science 圈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然后呢我相信虽然丹尼尔他这个英文这个中文可能交流上面有点困难，但是呢
前面的那个第一个的那个这个研讨会英文他应该也了解到了一些，实际上在原来可能他不太了解的，咱们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大的一个圈子，对吧？但是呢，就像 Vincent 说的，咱们这个圈子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呢，实际上它现在需要一个链条，或者说一个契机呢，它需要结合起来，连接起来，是吧？这个可能是下一步咱们可以，因为现在这个，高老师也在这儿，就他，我相信他也非常，开心，咱们一起共同的去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是吧？把这个结合做起来，那样呢，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ove 了，是吧？高老师，你可以再说说，是吧？我这边实际上开放科学的这工作，我整体感觉就刚才那个几位老师说的都挺对的。我们目前就是圈子，我们自己做的好像挺开心的，就是挺热闹的。二十个国家数据中心还比较热闹，但是还没有破圈，准确的说是我们可能相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我们主要是先对着上面完成工作，然后带着这个情怀也好，目标也好，然后为大家服务的这个举措也好，我们其实在自己层面在落地，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服务到国家战略，真正的就是通过我们平台，然后把各个维度圈层的这个科研人员也好，行业应用人员也好，尤其是像公司啊，就是让大家，包括尤其是国际上所有的对我们这个关注我们国家数据建设的人，然后真的把这些人都透过我们的平台整个整合在一起，然后打通他们之间的壁垒，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到，可以说任重道远。因为我们才建了三年嘛，像咱们这个欧美的这些数据中心啊，包括大的平台，其实的效果建的已经非常好了，那个是我们可能学习的对象吧，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刚才各位老师说的，也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吧，共同贡献力量，这个事情可能才能走得更远。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想的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还有一些事情还要努力做，因为可能千头万绪的目前。我先回应这么多。很棒很棒的回答，真的大家还很多努力的贡献，但真的今天的演讲学到了很多，从政府政策到我们草根组织，然后还有老师讲的出版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全面性的的 talk。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收尾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会录下来，所以有录屏，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放在 YouTube 的网络上，然后会在 COS 的 platform， 我觉得他们会推广。所以接下来就要结束这个今天的研讨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有的话请麻烦就联络我们或加入我们COS 的组织。谢谢大家， Thank you。谢谢 ，Thank you。谢谢 ，Thank you。感谢，Thank you。